一通道，然后二通道，三通道，不是，然后二通道打开，二通道依然打开，二三通道，四通道，五通道，看有没有频闪。然后打开那个七通道，六通道推下去，七通道，七通道慢慢推，那七通道慢慢推。慢慢的推到最上面，推到255应该是声控，你吼两句。255了吧 ？OK。慢一点。单独的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白色闪。它是红白蓝绿啊，红白蓝绿，你现在推了几通道？七通道。跟你老爹讲了，把地上拖干净，还是有这么脏。这个是纯白光吗？你现在调这个的话，因为它都是白色的，你看不到很多效果的变化。但是如果是 RGBW 的话，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到调变。你按这个吧。我按你拍个。没事，你按你的。那这个幕布就是纯黑、纯白光了。还是这个蓝白色的，或者是这个 RGBW 的看起来要好一些哈。对，因为它全白色就看不到很明显的变化，在视频上有些观众他不留意的话都说，哎，怎么没电了，是吧？那这个幕布与幕布之间如果要连接的话，那就是靠这个，就靠这一根线，就靠那根线。对。